时美国康涅狄格州大学的学生，我今年19岁，我喜欢跳舞和旅行，我来北京学习中医和韩语，这些很难，可是很有意思。我来北京这个星期了，我很喜欢北京，中国菜很吃饭，来中国学医以后，我去了长城、故宫、颐和园、上海、天津，和今天我去台山，我喜欢中国。